想带女朋友时，这个段子只有女孩子会笑。阿三说你，阿四跟小铃铛又吵架，也不知道为了啥，一天天的就知道跟一禅鬼混。哎，我一禅有4000多万粉丝呢，给我个面子。一禅怎么说也是我朋友，好歹给我个面子。哎呀，小姑娘多大点事儿嘛，给老衲一个面子。唯女子与小人。可爱瞬间初级，你还想？